开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吼，日常生活中常利用鞋面吼，使重物呢自高处呢滑落地面的。经有一个质量小 m 哦，这质量小 m 的物体吼，自鞋倾斜角去打，哦，这倾斜角去打的固定鞋面吼，以初速 v 点这样滑下来。好，那滑的距离是 l， 到达水平地面后，又继续呢前行的低距离。好，然后停止下来。好，如这个图所示，假设物体可平顺的由鞋面滑入水平地面了，且已知物体与鞋面间及物体与水平地面间的动摩擦系数哈，都是多少呢？都是 μ。好，那重力加速度呢是等于 g， 哦，重力加速度 g。是回答下列问题啊，以 m g l v 零西塔跟 μ 表示。我们看第一小题，当物体沿鞋面下滑 l 距离以后，到鞋面底部了，摩擦力对物体所做的功为何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它在鞋面上哈，它的摩擦力 F 等于多少 ？Fk 啊 ，F 呢是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是，哎，这是动摩擦力啊，等于是 μ 啊乘以多少 n 啊？但是正向力的话哈，跟重力呢，在这个方向的呢分力底下，也就是说哈 ，n 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那个 mg cos 西塔。哦，你 mg 嘛，投影过来的话是 mg， 这个是西塔的话，这也是西塔，啊 mg cos 西塔，所以呢，这个动摩擦力是 μ，mg cos 西塔。好，那么摩擦力的重力的方向哈，跟位的方向相反，也就是说哈，摩擦力做的功哈，是等 Fk， 做的呢 F， 啊这是加180啦，所以是等于负的多少呢？负的 Fk 是 μmg cos 西塔，啊乘以 L， 啊这个就是第一小题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，第二小题啊。第二小题的话，它是说哈，物体在水平地面呢滑行的距离啊，物体在水平地面滑行的距离哈，我们就用功能原理啊，这个物体哈从这里到达这里的话，它的动能变化是多少呢？就是重力给它做正功啊，摩擦力给它做负功，也就是说那个动能变化哈，这是德塔 Ek 啊。德塔 Ek 的话呢，是等于多少？是等于这个是 mgh 是重力做的正功，啊，这是 L 哈 sin 西塔，这重力做的功啊，啊加上摩擦力做的功是这个，减掉呢 μ mg L sin 西塔，啊，这个是动能的变化量，这个等到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哈，这个是 mv 平方减掉二分之一 mv 零平方啊，哦，就这里的动能减掉这里的动能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他是说哈，他所行的距离啊。好，那这个呢什么呢？这个是，那我可以把这里的动能找出来。那这里动能是多少？二分之一 mv 平方哈，把它移过来，移过来的话，这个是 mgl 可以抽出来，三西塔减掉 μ cos 西塔，它再加二分之一 mv 零平方了。好，那这里的动能我抽出来，好。那从这里到这里的话，它的动能呢，从这个变成零，
所以呢，摩擦力给它做护工啦，就是说哈，摩擦力的话呢是多少呢？摩擦力做的护工是负的 Fk 是多少呢 ？μ， 啊乘以正向力 mg。哦，这是摩擦力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 d 的。啊，负号代表摩擦力方向跟位移方向相反，所以有个负号。那这个是啊，这个是等于动能变化，这是末动能是零，减掉这个二分之一 mv 平方。好，那二分之 mv 平方在这里。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哈 ，d 的话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，二 μg， 二 μg 哈，它分多少呢？分就 v 平方啦，哦 v 平方。好，那二分之一 v 平方我可以算出来，这 m 可以消掉啊。二分之一 v 平方是上面这个，所以哈这个是，或者是二 μg。r 乘以 v 平方 ，v 平方的话，我把二乘过来，然后把这二消掉，那二乘过来就是二 g l， 三西塔哈，减掉 μ， 和三西塔，然后再加多少呢？再加 v 零平方，啊，这个就是答案，啊，这个就是答案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看呢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他说哈，这个物体哈抵达水平地面以后开始滑动了，到达它停止下来所需花的时间。好，那所需花的时间哈，我用那个冲量，冲量呢是等于那个动量变化。好，冲量的话是等于那个动量变化，德塔 P 啊。好，那冲量的话呢是等于多少呢？冲量就是等于负的 F 的 T， 好，负的 FT 嘛，好，因为那个 F 的方向是往这边，我定这个方向来称，那这个方向负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动量变化，末动量是零嘛，减掉 P， 那这 P 等于多少呢？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T 哈是等于呢 F。F 是那个动摩擦力，等于 μ， 它乘以 n，μmg 啊，它分之这个什么嘞？这个那个，除过来啊，这个 P 是等于根号多少嘞？根号二 m 哈 ，ek 就是这一个，哦 ek， 哦 ek 的话呢就这个，这个多少嘞？这是 m g， 或者我先把它给算一算好了。好，这二 m g 哈，就是说动量哈，动量的平方了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二 m 呢？啊，乘以一 k 啊。好，二一 k， 那一 k 是这一个嘛？好，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二 m， 然后这个乘以这一项平方 g l 三西塔减 μ 和三西塔，再加多少呢？乘以二 m 嘛，把它乘以二，变成 m 平方 v 平方了。好，那 p 的话哈。P 我两边给它开根号，那 M 可以抽出来了，根号二 g l， 三西塔减 μ 和三西塔，再加 v 零平方了。好，那 P 就算出来了 ，P 把它带进去，所以呢，这个 T 啊。就等于 Fk 分之 P，Fk 是 μmmg 啊，它乘分之的 m，
啊，乘以多少呢？根号这个多少呢？二级 L， 三西塔，减缪 cos 西塔，再加 V 零平方，所以等于多少呢 ？M 可以消掉 ，M 消掉以后就是多少？就是那个缪 g 哈，它问的根号多少呢 ？V 零平方摆前面好了。加上多少呢？二级 L， 三西塔，减缪 ，cos 西塔。好，这个最后的答案。